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，Rogue Outbreak Zombie War， Rogue Like 的 Rogue 嘛，它其实是流氓啊、盗贼的意思啊。Outbreak 爆发，僵尸战争 Zombie War， 三崎博士 Yamasaki 哈卡西，好，我们是怎样？科学怪人啊，有中文啊，它游戏名称是英文，但是是有中文的。这边你可以选择左右左武器，然后可以开始操作。哇 ，3D 的嘞，我来设一下摇杆了。啊，快跑快跑快跑！五一五，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是丧尸哦，哦，我是星星是不是？我是星星。啊，哇哇哇哇哇，这个跟平常的洛哥不太一样，真的不太一样。我吸血一下好了，吸血一下，被动一下。我吸不到，吸。继续。哎，对方好像有强的来了呢。我左右喷啊，左右火焰枪。哎，这款蛮不错的，虽然没有打击感，但是我觉得杀僵尸蛮爽快的。好，飞弹飞弹飞弹，怎么办？我们的武器，而且它是有那个，它给我感觉好像有那个纸娃娃。左右嘛。就是我这边配置之后，我的武器就跑出来了，就是武器装满了，左右手武器装满，不要追着我啦。然后还有一些被动，待会来强化一下被动，而且我的血吸回来了吧？跟你对轰，存活一分钟。哎，我喜欢这种玩存活一分钟的，就是不会太长。有时候你们看到一些英文名字的游戏，有没有不要放弃希望啊？搞不好它不错玩呢。搞不好他有中文啊，对不对？杀死 BOSS 们，哎，过关啦、啊！虽然他是那个大金刚加丧尸，哎，这个例会不是那个吗？行尸走肉例会又来是不是？他讲中文哦，真假的？家伙，你们迟早会回力，不要紧的，我会灭这个末日丧尸啊，贝卡，好不好？有了萨根，来吧，先来行尸走肉，行尸，哎，他那个英文叫什么？哦，什么 Death Walk 的，我想起来了。麦蒂很喜欢这些番茄的。结果他是加了一个洛哥的警玩方好像法，听然后到这了。边又要来 SLG 了、哦。所以我被他骗了，我被他骗了，我以为他是新友啊，我以为他是很新鲜的玩法，结果就是这种冻番茄游戏。我们获得了不少食物因呢。为这些例会就是很常见的那种丧尸游戏啊，现他每次在都这种例看会，起来不错。这种画风啊。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你的路已经有没走到有尽这个头了。一模一样啊？这个威很高兴力，和你聊天。之前现在玩我应过该一些去做丧些尸番茄的的游准戏备加了。SOG， 也是这样。所以这游戏我有没有玩过啊？啊，这游戏我有没有玩过？我来查一下。没有啊，这个英文名字我的频道上没有。好吧。想要就再开有心了一下下就没了，新结果还的是这情况。种游戏。这种游戏也不是不好了，就是花时间经营建造嘛，然后养成了。哇，你看这个例会是这种比较精致的，然后这种好像是另外后期又添加上去的新的玩法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大金刚嘞，我突然来到了异世界，大金刚不见了，大金刚不见了。
哦哦，我的大金刚啊！这款以前玩过啦，这款以前叫什么？末日围城哦，日速列车。这款叫那个。我们这个小女孩是叫狗啊，然后这个会叫呢，会叫机关枪，然后有的还会叫筒子去阻挡。之后啦，反正以前有一款叫《失速列车》的。好好久没看到那一款叫那一款游戏，我来看一下。全面失控啦，哦，全面失控，尸是尸体的尸啊，我记得好像全面失控跟这款有点像，玩法有点像。反正我刚刚说那个什么阴尸路啊，全面失控啊，行尸走肉啊，这些那种美剧啊，它都很多手游啊，有放置的，有 SOG。威力也没说错，这款不又是。魔改一下要重新上架。那既然玩了就只能继续吧。好，我们接着玩。我的大金刚不见了。可恶啊，我的大金刚啊。这个大仓库能帮上不少。但他没有把打击感做出来。所以那个做 roguelike 肉鸽射击游戏的厂商可以考虑一下。把主角改成那个大金刚，然后来踩踏这些僵尸，还蛮新鲜的。这边我们要继续开始收割番茄，然后继续做这些任务、啊。跟着那个主线任务来做。半死不活的他，那个胖子，他被……好，胖子，等一下会加入我们，开始吧。反正我记得有那个丢油桶的啊。我们先摆机枪啊。等我们的能量满20，因为这个我以前玩过。搞不好以前那个游戏版本就结束营运还是怎样，我不晓得。反正他有时候换名嘛。然后这边是其他的东西，其他设定。哎、欸，有聊天室，聊天室人说不客气，倒霉。好，总账者来了。他还没来啊，他就死掉了。他干嘛叫我放这个？我们的狗狗太强了。好，加入我们了。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会丢障碍物的，或者桶子，或者网子，可以挡在前面这样。啊，英雄中心。好，来吧，那个锈斑嘛，还是斑锈，就这个胖子，遭遇僵尸，他到底是筒子还是网子？我们先放这个机枪，哦，没有，他是霰弹枪啊，他是霰弹枪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推土。他要我放这里，我才不要理他嘞。我们这个胖子是可以移动的。他的是消耗五费，然后霰弹枪这样打出去。我记得他可以移动啊，对，他可以移动，他是可以走位的。
当初我玩到他这个战斗系统，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啊。就是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，然后可以走位啊，那个叫狗狗啊，然后叫机枪啊，然后放地雷啊什么的。我们放在这里爆炸，炸！我挥击者没炸到，可恶！嘣，没打到，死掉了。好，敌人都不太强，干脆放机枪好了，持续性伤害。等等，这游戏一样是那个 Play 商店推荐我，就首页打开推荐。以前那个手足送那个一个水手服，说，我记得以前啊，玩那个什么《失速列车》的时候。全面失控啊，然后那个全面失控那个版本里面，台湾的那个会送一个水手服女生，以前要打101啊什么的，可能跟这款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毕竟感觉这个版本好像是国外版本，国际服版本吧。然后那个全面失控可能是台服版本有代理这样，也许啦，也许啊，毕竟那个游戏画面我也没去看。好，出征可以带兵了，到时候我们先把这些幸存者给接收一下，我们就有士兵了。全面失控，我记得它好像是可以在那个主城里面自由建造，就是你会在一个主城里面，然后可以去。搭配你的位置啊，建筑物的位置啊，道路啊什么的，反正也都是很像啊。因为这类型游戏我真的玩超多，不过都是试玩啦、啊，哦，试玩一下而已。麻烦不要侮辱上帝好吗？我的贝斯在哪？贝卡叫我去。好，我们解锁迷雾，再玩一下下。一开始那个金刚不见了，那个就没了。阿金刚没了，我已经忘记他了。好，营救一下，收编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来打攻击出征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好的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，胜利。秀丽，我嘞我嘞，失事了失事了，好大声哦！直升机失事了，一个铁盒子掉下来，里面的驾驶员全部都撞烂，没有，他们已经变成僵尸了。好，又来了，手足又是这只角色。小丑女啊，对，小丑女，有点像小丑女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把那个这一张做完吧，灵芝第三节做一做。我被大金刚给骗进来了。本来我要以为我要用大金刚逞凶一下。小时候最很小很小的时候，电脑刚出的时候，有那种怪兽破坏城市的游戏。以前电脑是那种八位元啊、十六位元啊，那种就有单一颜色是绿色或黄色那种石头，然后那种磁铁片游戏，那种大金刚破坏游戏，破坏城市的，玩那个的时候好开心哦，你就操作大金刚在那边。破坏那个建筑物，高楼大厦，然后抓人抓起来吃啊，然后揍他们啊。那个游戏后来也有主机游戏吧？有玩过吧？印象中。好，第四节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这边是我的名称，然后战区你看1278是多少服了啊？换个名字把我骗进来。
也不能说骗啊，就玩给大家看啦、啊，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欸，为什么回不去啊？为什么回不去的？我卡死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奇怪，刚为什么回不去？我们领主通常会有天赋嘛，天赋就会有战争跟经济。然后设定的话，语言应该是超多国吧？哦，超多国，还有翻译功能。然后看起来那个大金刚那个玩法不见了，直接不见了。他就用那个图片让我以为是大金刚游戏 roguelike， 结果没了，结果还是这个丧尸 SOG。好，手除幸运扭蛋机，主宰试炼哦，哦，主宰，这边有通行证吧？有点像通行证。哎，按到，抱歉抱歉，按到退出了。幸运扭蛋机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制服少女啊，水手服。所以我抽了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抽了什么东西？这没注意哎，就不见了。可恶！好，新箱背包联盟英雄，目前好像就三只吧。哎、欸，那个狗狗女怎么不见了、啊？那个少女不见了哦。可恶啊！连那个萝莉都不送我们，真坏！送我们这个大叔，我不想要大叔啊！好，那就先试玩到这边吧。这个游戏只有开头比较惊艳一下，之后就是玩过了，玩过了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